形式、音乐节奏，然后一路会友，能够让两岸的青年更加的融合，而且在街舞里面可以彼此的认识不同的舞蹈的练习的背景，或者不同舞蹈的风格，然后能够在北京这样的赛事，不同舞者交流，也不同的风格交流，就这画面蛮和谐，大家一起因为街舞，因为大家都在跳舞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我们就是一个同一个文化的一个人，所以还蛮感受蛮好，因为街舞人看到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打招呼的方式，都是一样的。